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子乐园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贝利亚的罗布水晶。贝利亚，它的属性是黑暗的暗，然后是紫色的，和它彩色计时器的颜色一样呢。那你们知道它最强的是哪一个形态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召唤贝利亚。哇，贝利亚好酷啊！那是谁给我们带来玩具的呢？原来是究极赛罗。Ultimate Zero。他的手上是究极赛罗剑，然后背后的两个翅膀好像是诺亚的。他的胸前还有一个究极铠甲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哪一只怪兽的卡片呢？哇哦，原来是贝利亚。他手上还拿着终极战斗仪，发出闪电攻击呢。那你们知道贝利亚的必杀技是什么吗？不好了，贝利亚打倒了究极赛罗。究极赛罗站了起来，准备反击。可恶，反击被弹了回来。究极赛罗说，他又发出最强大的必杀技。贝利亚说，法麻过来吧，出来吧。哇哦，贝利亚终于被打败了。被打败的贝利亚变成了一块小化石，看起来不能再作恶了。那这一期的问题是，究极赛罗用什么必杀技打败了贝利亚呢？如果你们知道的，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